呛到。嗯，晚安，大家晚安。救命！啊啊，等人多一点。大家张法法今天呢没有办法直播，就是虽然他排今天晚上，大家可以扩散出去，就是张法法会改他今天的直播时间，因为本人就是他现在连坐起来都没有办法坐起来，他现在是躺着的状态。今天小鹿的幸运四叶草，大家可能觉得我现在精神很好，没错，因为我已经痊愈了。我已经痊愈了，就想到了一封信。你很想，怎么会有很想确诊问题？不好吧？啊？是啥？你说啥？你说你很想确诊？你要不要看看张爸爸？你看张爸爸像样子，你可能就不会想要确诊。谢谢小鱼的紫普的守护灵。有什么症状吗？这你也要宝宝险才有吧？像我就是没有宝宝险啊，宿舍的人都没有宝宝险。你现在精神好到可以跳入门。Hello， 同学。我们刚刚晚餐就是久违的叫了外送，我们吃了港式，超好吃。哇塞 ，nothing nothing nothing nothing。嗯，大家最近还好吗？最近就是呢，刚四周年完嘛。哇，大家喜不喜欢我们的表演呢？大家还行吧，还行吧。对，然后见面会也是，就是准备的蛮辛苦的，就是希望他喜欢。飞米挺好吃，谢谢。哎，飞米挺真的是，就是很担心，但是呢，还好是无事终了。太棒了，谢谢。对，主 key 控的很好，谢谢。对啊，很开心，很开心。MC 表现的很好，谢谢。结尾的缘分相恋，公布三体神，对啊，公布三体神，不知道大家觉得。就是还如何，我自己觉得很可爱。嗯，梗塞好塞满，对，欸，我们真的准备了很久。谢谢小安的红玫瑰，晚安。谢谢小安的红玫瑰，你没参加到，太可惜了吧？欸，这四周年是还蛮精彩的，大家没参加到实在太可惜了。谢谢嘎逼的小恶魔教鞭，谢谢。谢谢嘎逼的小恶魔教鞭，礼拜五见面会也很精彩，谢谢。没有，他没有说很精彩，他说很棒啊，差不多，谢谢。谢谢嘎逼的小恶魔教鞭，套卡没换到，哎呦，套卡没换到我的，哎呦，是这样。这组还好吗？还不错啊，夏令营，夏令营，现在是宿舍夏令营。四周年表演的什么？就是很多歌啊，但是其实没有参加到也可以买。欸，线上票下还可以买吗？我不知道。欸，线上是不是还可以看啊？就是可以期待一下，也不是可以，就是如果没有参加到，可以看一下线上这样。谢谢 CKM 的梦幻泡泡。对呀，啊，好不容易是友善时光，而且一般是
给自己放假，就因为刚四周年，我不是一直说我四周年完想要放假一下吗？对啊，我现在就是处于四周年完的放假。谢谢小暖的红玫瑰，一个外界守护许愿瓶，好嘞。嗯，对，我真的在放假，因为我是说四周年完想放假，我就对，就真的开始放假这样。现在 YC 的一封信，真的放假了，放了一个大长假。没有，但是有些课还是要线上上课。防疫宿舍做什么？防疫宿舍其实还是对。有时间就是还是多少看一些作业。谢谢物语的真情告白跟正宇的告白气球，谢谢你的告白气球，恭喜你成功集齐碎片。大家看了，哎，我喉咙超好的吧，根本感觉是没什么事情这样子。大家看我们的三期生的初披露影片了吗？我自己个人是觉得他们本人又更好看，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。我觉得他们本人比拍出来的样子更好看，就大家已经觉得，拍起来样子已经还蛮好看的，但是我自己觉得本人更好看。奖励，动起来，动起来更好看。拍起来就是我的。不知道听起来不知道该开心还是该哭。有推荐的吗？其实都没有到聊过天呢，就是都是那种前辈好嗨这种结束的那种，因为我们没有一起工作过，我们还没有一起工作过，所以其实是不太会接触，就是只有碰过面而已这样子，所以我也不知道，就只看过人，看过人而已。谢谢逸晨的挚友包包。什么角落？谢谢逸晨的月赛应援。对，都还不熟，是真的，没有可以熟的管道吧？是，对啊，还没有一起的工作就不会熟。大家走，但是我是看到那个2010，我想说天哪，现在已经开始就是迈入2010这个年次了吗？好恐怖！2010是什么概念？现在 YC 的月赛应援跟挚友包包，哇哟！雨木木田木，对，你们要等直播，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直播，你们也很诧异。这跟组长无关吧？就是有没有工作？应该说没有办法可以接触的，没有管道可以接触。我们也没有对方的 LINE 啊，我们什么关心嘛，对不对？再两年多，年纪的部分。对啊，就是是什么？晚上8点之后不能有演出。但是有一个是一起的那个一起的甄选生，然后我觉得他很厉害耶，他居然还在选三期，好厉害哦！现在想要问侯美的，对，就是晨晨条款是什么？晨晨条款。但是我那时候看我就跟廖宁说，我对他没有太多印象。然后廖宁说有，因为那时候在拍《向前走》的时候，就是他是坐在刘小贤旁边。大家如果还有那个《向前走》的影片的话，可以回去看。就那个《向前走》，不是有一幕是围成一圈，就是这一把的那个时候，就是刘晓晴跟他坐在隔壁这样子。应该说我没有记住脸跟名字对在一起，但是我
我记得，我一直记得有一个会二胡跟跆拳道的妹妹，我记得她的特长。我记得有个会二胡跟跆拳道的妹妹，但我忘记就是名字跟脸对在一起。你跟小熊，我没有报啊，我没有报，没有报就不会被刷掉。我没有报名。对，遥远的记忆，非常遥远。而且那时候十一岁，然后现在，现在几岁？16岁，好久。现在已经变成就是五年就这样过去了，好恐怖、哦。对 ，YT 还找得到。如果我觉得哦，直接跳过国中，真的耶，好酷哦，好酷哦，真的还蛮酷的。他回来，对，他离开了5年，他又回来了，他又回来了，脸书没有，最近是吃的还蛮开心的，最近吃的还蛮开心的这样子，因为就是我没有什么症状嘛，所以就是没有那么的痛苦，就还好，正常吃。如果Off Vocal， 我跟你说，大家有听过 Rumor 的 Off Vocal 吗？我觉得 Rumor 的 Off Vocal 很不像这首歌，就是很不像，就只听这首 Off Vocal 很不像是 Rumor 的感觉。大家听，不就很不 Rumor 吗？很像什么什么开，就是那种臭臭的感觉。谢谢 SKN， 谢谢 SKN， HK 的缘分相遇。哦 ，sorry， 我关一下通知。嗯，对啊，对我痊愈了，大家，我今天是阴性。谢谢小耿的红玫瑰跟 Akira 的掌声鼓励跟小耿的红玫瑰。对啊，是不是没合音啊？但是好像有电男生的音，就是有，可能是全部抽掉了，因为 Rumor 好像是有电男音在里面。好像是我们制作人垫的吧，好像是我们的阿布啾是吗？好像是，但可能 这版是完全抽掉，好像应该有电影，有和男生的音。缘分相遇，什么意思？恭喜一下，对，恭喜我，恭喜我，成功康复，成功康复啊！哦，对，法爸今天不会开直播，因为他现在本人就是起不来，他本人现在起不来。
就是呢，他是属于严重那一类的，就是属于非常不严重那一类。康复后再重做，所以我现在跟康复没有好严重。而且我跟你们说，张法法现在在一点一点的慢慢消失，就是他不是已经很瘦了吗？然后他现在是，他真的是，大家下次看到他，他可能就开始就是越来越瘦这样子，真的是竹竿。发发保重，发发真的要保重。好想把我的一些脂肪分给他，他应该很想要喝。哎、欸，现在不能说发发无病呻吟哎。谢谢你的新年小物品。有耶、欸、他算是有正常吃东西吧，他吃的东西跟我们差不多，我们都一起吃。这段时光没有手指服，我会一直一直为你祈祷，为你祝福，宿舍的奇怪声音。让我消脂吧，唐三哥跳跳舞，天气风吹，因为外送就是可以送上来，现在外送可以送上来，就还好，就是把钱放在外面，然后他放在门口，然后等外送员离开之后，我们再出门拿这样子，然后再开门拿就没事。谢谢小奥哥的红玫瑰，然后还有爸爸非常热心的来帮宿舍，就是买一些东西这样子，嗯。对，社区管理员给金都可以，但社区的管理员会先打电话上来问我们说，哎，是不是有叫外送，还是有人要上来？我们说，嗯，对，然后他就可以放人上来了。大力扑，我不顾，我不顾。一家火鸡人防卫，原来我是有养火鸡的吗？我是有养火鸡的吗？哒哒哒哒哒哒哒。但现在小狮子就是先寄放在学姐那边，等我们大家病都养好之后，他再回来。怎么了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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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变白素是因为是不是因为那个在家里都不出门？没有，我觉得绝对是手机的滤镜，绝对是手机的滤镜。怎么了，大家？绝对是手机滤镜啊！谢谢黑嘉伦的缘分相遇，黑嘉伦啊，跟小刚的红玫瑰，谢谢。因为喜欢你，没什么道理。刘小七，嗯，嗯，啊？我说，你是有才说的。他应该回我。我说你们刚才说。你看刘小七的水，五八，口哈。我来把音量调大。跟你们说，音量变白绝对是，哎、欸，我有去，我很生气，不是没有，很生气，很难过，我也买耶，而且我买到第三排耶，我说 Uncle Roger， 我买到第三排的票哎，还在 YouTube 上，而且原本延期，原本是从
张法法，不要再有病呻吟了。张法里有病呻吟。啊！喝清罐，喝清罐，大家喝清罐，大家喝清罐。啊！就说他原本从几号？是823啊。我看了、啊。王力他原本从几号？看了什么？你好丑！啊、可以直播？对啊，你是不是可以直播啊？不太想。没有，他是起不来，他就是没有办法坐起来。对，他炸法就是我们四个里面最严重的那个。对对对，但是很严重。他声音那么好，但是他真的很严重。很好。我今天最有活力。我这个人最健康，不愧是乐乐。大吸一口酒精都没有味道，好可怕。哎、欸，对他。现在没有味觉，好可怕哦！嗅觉，嗅觉。清罐可以加珍珠什么？哎、欸，我们今天不是煮火锅，然后说要不要把清罐拿去当汤底？珍珠奶茶。想喝吗？海龟在哭泣了，亲。你看见海龟的哭泣了吗？你只喝着清罐而已。也要用汤，也要用吸管。你要个敲个清管，也要喝清管，喝清管。你要尊重海龟吗？我对不起海龟，我以后就是离开人世之后，就会被海龟养。没事。哎、欸，这种人最讨厌，这种人最讨厌。没事。小婷不是要变熊猫吗？什么意思？为什么小婷要变熊猫？前天新闻有报感冒药水煮汤，请勿模仿。真的不要模仿。真的不要模仿。好，我们不要模仿。哎、欸，但清罐煮汤也，他超超快。他这里一直喝清罐，没有，他没有一直喝，他一直想喝，但我们阻止他了。很浪费清罐。他说好想喝清罐。要喝的。哎，他说口好渴，好想喝清罐，我就是不是该喝清罐了？多爱喝。哎，我到现在清罐只碰了一口，因为我就是刘晓晴那个时候说，哎，清罐很好喝，然后我就迫不及待的去打开，然后就喝了一口之后，我就太难喝了吧，然后就把它。关起，我就把它用那个夹子夹起来，然后丢进冰箱，然后到现在都还没有打开过。现在清罐只碰了一口这样子，对，我已经痊愈了，我没有在咳，没有在喝清罐的，把清罐存起来。是我味觉没有怪怪的哦，对，因为我味觉没有怪怪的，所以才觉得是难喝的。哎，这样其实很友善哎，就是真的很严重的人喝清罐不会觉得怎样，是不是蛮友善的一个设计？是啊，谢谢爸爸的缘分相遇，是怎样？对，没有，我要继续分享我难过的事情，就是。我们 Anchor Project 票买到第三排，然后呢，他原本是延期到12月，哎，没有，他原本从几月啊？忘记了，八月多，然后他延期到明年的1月，然后结果就取消了，餐应该是不能零加息，就是防疫规定吧。原本延到1月，然后就取消了，留下两行清泪，第三排也超前面的啦。怎样，张爸爸？张爸爸很激动哎！张爸爸是可以直播、啊。张爸爸无心直播，无力无心。无力啊！他没有力，他没有力气，他没有力气打开了手机。
不是我的问题吧？虽然我觉得我到场我一句话都听不懂了。因为他说是英文的脱口秀，那我本人的英文能力是没有到那么好的，就是简单来说就是还蛮烂的，所以我是觉得就是去听个气氛，我是去听个气氛而已，就是没有要听懂。大笑就跟笑，对，真的是整个人笑，真的是整个人笑，哎，无解，真的听不懂。谢谢夜空 sky 的挚友包包，而且我原本我想要增进，趁这段时间还有增进自己的英文能力，但是我后来就放弃了。而且他口音，对，哎，不是，但我觉得他口音没有很，他就是英国腔啊。应该说，如果他用他的口音讲话，用他的华人口音讲话的话，我反而听得懂。但如果他太流利，我就会听不懂。但如果用他流利的英国腔，就是用他平常讲 podcast 的语速在讲，但如果我听他讲 podcast 的话，就如果他用他很正常的语速讲，我是真的听不懂他在讲什么。但如果他用他的华人口音讲的话，我就会非常的听得懂。我就会非常听得懂，他这样讲我真的听不懂，哎，就是，但他这样讲话真的很好听，就是英国腔嘛，英国腔就是很帅。谢谢 Pat 的缘分相遇。谢谢老沙的小恶魔教练，对，我听不懂正常的，真的是很抱歉，我没有办法听太正常的。我需要听得懂 ，Hello， I'm Wang Yichan。哎，我也没看到表情。谢谢阿波的缘分相遇。休息一下，至少像是不需要休息。太正常，没有，就是太正常，就是语速很快啊，语速很快，我就是无法理解语速那么快，然后又那么正常。谢谢小阿光的红玫瑰，红玫瑰。我很期待，就是三体后来会怎样。我是觉得三体进来真的很像我们一开始的时候，就是非常的青涩的感觉。没有，没有，我们更青涩。他们说，我原本说，三体感觉好青涩哦，然后去看一下我们一开始的公式照，然后就算了，比不过，真的是比不过，我们最青涩。我们这是史上最青涩，他们是青涩中的不青涩，但我们是史上最青涩。为什么？这不知道，都还没有谈到这方面，我们连认识都还没有好好认识。谢谢小阿公的红玫瑰，对，四年过去了，真的是四年过去了，时代在进步啊。而且那时候我刚好有幸呢，就是路过了他们拍摄公式照的时候，就是有幸路过三期拍公式照的时候，然后这个妹妹好像只动作穷，就是不知道摆什么动作，然后叫我进去指导，然后说就是摆了几个非常好看的 pose 之后，然后那个只是说你走吧。没有，我就想说就这样子。这样子的公式照不是很吸引人吗？是丑的。对啊，就他们在拍公式照的时候，然后姐姐叫我进去教一下 pose， 然后这样子不是很吸引人，这种感觉。没有，是那个
那个十二岁妹妹，她说尬笑，不可能吧？不可能吧？没有，我后来还是有贡献给她几个正常的动作，花花。看太阳，我跟你们说，一起也、欸、不是一起，是我标配动作就是看太阳，看太阳就是万能，万能看太阳。嗯。对，还这种吧，这种。就正午、反午，然后太阳，对对对，这种是种的。哦，对对对，加油加油手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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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当，对我留下丰富的印象。没有，我还是待在里面，跟着他们拍完。因为我还是有提供一个提供几个非常棒的 pose 好吗？该认真还是得认真。昨天前几天我觉得会胖欸，因为我没有什么症状，所以就是非常的正常，非常的正常啊。像我现在目前应该是维持啦，就是还没有到太严重的起伏，就差不多这样。无能为力，实在猜不透爱这一道难题。天哪，不可能的啦！虽然是这么说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嗯，气候变体完全没有了，好快乐，好想吃东西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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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谢谢小粉红玫瑰。措手不及，越治疗越无药可救，真要命。小贝壳的一条线的一条线的，超快，史上最快变一条线，而且我现在被很多两条线的人包围。我每天都被很多两条线的人包围，但是我现在已经是一线女明星了。哒哒哒哒，张爸爸，而且我昨天半夜，哎、欸，是昨天吗？前天啊，前天 Uno 前天吧？啊，昨天前天啦，哦，昨天在，昨天不是卧底吗？前天是乌头，就前天呢，宿舍是哎、欸，这是谁送的？谢谢 CKUMK 的掌声鼓励跟黑嘉伦的好狂。可以帮我出门吗？好啊。我们前天呢，就是在宿舍，就是群组呢，就有一个叫廖晴就发了一条讯息，他说。还有什么？我看一下，划不划到？我划得到吗？哎、欸，在哪里啊？他发了一个宿舍 UNO 大赛正在进行中，时间 NOW， 地点张法法病床，有兴趣同学欢迎加入。所以呢，我们就在张法法的病床上展开了 UNO 大赛，好爱哦，最喜欢玩 UNO， 但是 UNO 达人我都没有输。张法法的病床，张法法的床上现在已经超多病毒。
用喊的就行，也是啦。在相反的病床上就行。然后我们昨天是玩卧，谁是卧底？对。哎，谁是卧底真的很好玩，就是我们第一个题目是，可以啊，要不要来玩谁是卧底？自己打开哦，那么 free。我们昨天第一个题目是，就是卧底是蜂蜜，然后其他人是炼乳，然后一开始就说什么甜甜的可以吃，可以加水果什么的，然后张爸爸就说出。当然就说出宿舍有，然后前面就说他是卧底，宿舍没有炼乳，宿舍只有蜂蜜，对，宿舍只有蜂蜜没有炼乳，然后他说他是卧底。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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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、他们很远耶、欸、来哦，他不想玩，那我们两个谁是我的？好啊，你先。我会不会有两个题目一样？我先试试看看。有哎、欸、嗯，我不知道他的定义是什么。他是一个动作。嗯，对。可以有人，也可以没有人。他们要花钱。我觉得我们是，我们应该一样吧。来看玩家三。哎、欸，我们不一样哎、欸。你是卧底、欸。还是你是卧底？是你，因为我跟三四的人一样。我是十八。我加你。哦。好哎、欸，玩完了。Yeah.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的，谢谢水锤的浪萌宝会员票，猫咪，谢谢普拉斯的掌声鼓励，大家终于醒了。就是说，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狮子不在宿舍，然后就有一个群组是，就是照顾者跟我们大家一起群组，然后那他就很常会在狮子醒来的时候问我们要不要看，但是通常狮子醒来的时候就大家睡死的时候，所以就没有人回应那个群组，然后现在终于有人醒了，这样。现在说就没有啊，大家都还没好啊，刚刚觉得跟廖晴也还没好。没有，应该就算着我好了，只有我是好了的状态，所以我是痊愈这样，但我还不能出门，因为我还在隔离当中。虽然我已经好了，但我还是就是我的隔离通知书还说我还不能出门，所以我现在还是，而且我现在跟确诊者们非常的近，但我不知道我现在是有无敌信心的状态吗？但是是有点太快，对待。其实我痊愈的日子是有点太快了。一般有痊愈那么快的吗？对啊，像我现在头上是无敌星星吗？那也是很厉害的。谢谢 Kilo 的梦幻泡泡跟小窝的掌声鼓励。晚安大家，嗯，就这样。这是怎？这是怎？大家体质不一样，我觉得我体质有点怪怪的。大家体质有点怪怪的，没有，不是大家，大家是正常，大家就是在一个很正常。嗯，我也很怀疑，可是我又想说，如果我真的胃阳性的话，那为什么我现在还没有得啊？就是我现在大家都。在这个很有病毒的空间里，我们已经这样子一起吃火锅，然后一起吃饭，我们已经过了四天了，然后我还这样子，是不是很厉害？
没有，我没有很丑绿色。哦，就是无症状也是有可能。那我真的很健康哎，好身强体魄，我是身强体魄的人呐、啊。我要去申请诺贝尔和平奖，多想申请。我要去申请诺贝尔和平奖。谢谢小勇的掌声鼓励跟黑酱的掌声鼓励。好像已经说过了吧，我已经说过了。选天之人，是不是要说出天选之人才会缺？说选天之人应该不会。大家好，我是选天之人。我被抓去解剖了吗？那就算了，那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。地瓜的力量吗？地瓜人，我的超人。病毒被我冷下的冻，会这样吗？还是因为我很喜欢吃冰？但吃冰应该会更那个吧。但我觉得，哦，好吧，我饮食算健康吗？不晓得。但我们现在就是菜超多，菜跟水果，我们现在水果超级多。因为就是有源源不绝的大家供应的水果，真的非常谢谢大家。还有很多的药。病毒在冬眠吗？诺贝尔病毒和平奖，就是我得奖人王一佳。好想吃，因为今天廖晴突然说很想吃巧克力蛋糕，然后害我现在也很想吃。要不要吃？在哪里？楼下。嗯，吃巧克力蛋糕。我们来做啊！太麻烦了吧？你想要怎么写？你终于想听我唱歌。我想听，我想听，你要唱我歌。那让唱唱他写的代替。对所有感觉，我优雅的踩碎。为什么怕自己可以唱歌？我也可以啊。干嘛？哦，不是。好听哦。恶作，要卡 OK 吗？有哎。人那心的躁动。音不对。想要一口，哎、欸，这首歌好难唱哦。我这几天还好了，我这几天一直想要唱歌，但我唱不。会让天生的选微笑自带剑，我优雅的彩色。你好哎、欸，你痊愈了。我从来不想后悔，每夜觉得甜。好好休息，好好休息吧，廖雅琴。我们去吃巧克力蛋糕，好好休息吧。我觉得三里如很可爱啊，最喜欢。不懂危险要怎么写，月风月亮给我独特的觉。微笑自带甜，对所有告诫，我优雅的踩碎，哦，从来不说后悔，泪也觉得甜。哦，完美的不科学，我会人天真的选，微笑自带甜，对所有告诫，我优雅的踩碎，哦，从来不说后悔，泪也觉得甜。巧克力蛋糕，哪里有巧克力蛋糕？
不知道。楼下啊，蛋糕店啊，要下去，我们没有人可以出门。现在只有我可以，没有我也不能出门。我现在只有我是隐形，但我也不能出门。年纪最小很像我，年纪最小哪里像我？超不像的吧？不是，大像我没有好吗？不是，年纪最小名字像比较像本田吧。很可爱。对啊，你在说我不可爱吗？嗯，对，应该好。好，我那个时候说，教主我来教你台语。教主，教主，教主我来教你台语。来，我们来。我们来，来跟着我念，大家好，素材，这是粤语。我是四十九，我是四十九号，请大家投票给我，感谢大家，感谢大家，我是四十九号啊，四十九号，请大家投票给我。讲什么？素材。所以管理室管理员今天已经把我们送外送上来，他很辛苦了。节目嘞，无系啊，无事无事，你系好犀利啊，多谢，多谢啊，加油加油，入飞冲啲，加油。我日加加油啊！我日加加油。老虎钳加油，加油！老虎钳加油啊！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生日快乐！生日快乐！老虎钳生日快乐！生日快乐！总裁呀，嘴讲这个，怎么讲？嘴讲这个，不是语言鬼才，对，没错。欢迎收听语言鬼才。我看到三期有一个的作，哎，是谁？小童吗？张少童是吗？他做介绍不是说会夹带一点台语，还有其他语言。我以后跟他对话就，哎，总裁用内控啊，看总裁要控你金哇，扣分卡。乱讲，可以乱讲话。现在让你挥手，掌声鼓励。嗯，谢 Free Plus 的月赛一员，给他一个下巴。看谁才是真正的脱衣。没有真正的中学生曾经吗？有，最厉害。最厉害。啊！猫咪是个狠人，没有一家前辈呢。我觉得我要营造出的是，不是我要营造出的形象，是我这个人应该本身就是一家前辈，比较温柔婉约的，然后很照顾后辈的，对吧？对啊，对啊。太讲，你何止照顾后辈？对啊，再说说看，还会怎样？你还很照顾我，你连同辈都很照顾了。嗯，哦，哦，没了，哦，没了，哦，哦，没了，真的很照顾，真的很照顾，谢谢。叫我，叫你啊，叫你，你叫我，我叫你。照亮大家，对，你叫我，我照你，我照亮了大家。拜，为什么用这首？很喜欢这首啊，换一首，换一首啊！不要再新型病毒，还是新冠病毒、欸？还是他其实是故意的？对，他是故意的吗？他大的哭，他不急，很漂亮哦。有小气，你是故意的吗？我不是故意的，好不好？
我说你很漂亮。我想要听，你要听什么？好，我照你。我想要按下一首。一样欸，他歌单是一样的。你已经结束了，你的歌单已经结束了。对啊，换一个新的。我们来听，我刚刚没认出来，我不知道。我们来听什么？Barbecue 有这首歌 ，BNK。啊，我好想听这首。Make noise。Make noise。哎，这是 off vocal 吗？不是，哎，是吗？哎，是，是吧？他没有不是 off vocal。在原系，原系，小心，小心。你家只有问号，没有惊叹号。对不起，这是个非常疑问的一句话。小心，我最近确诊个笑点很奇怪。小心，小心。演一下，演一下，小琴，你好烦，抱歉抱歉，原谅了，他对不起，小琴好，小琴好，小琴，好爱哦，好热哦，真的好热，我也觉得很热，发烧哦。对，问号是有很多情绪的。对，确诊笑点会变低，就是。我中文变不好了，但你广东话变好了。你确定？就把你露个两只手。超白。要不你露个两手吧。我变白了。你好白啊！你好恐怖、啊！这是怎样啊？我跟墙壁一样。啊！就是我手一伸出去，最好了。在哪里？你挡住我的手。哈。对，确诊在家隔离就变白了。晚安，晚安。你好漂亮，谢谢。毕竟很久没有化妆了吗？哎，我真的很久没有化妆。我今天心血来潮，然后想说，好久没有化妆，化一下好了。没有，我为了四周年。没有，我四周年那天我真的想要起来，然后我还戴了隐形眼镜，然后我真的想要化一个妆，然后穿好看一点，然后拍一个照片。但我发现我根本没有力气做这件事情，所以我的动作只做到戴隐形眼镜。至少你现在有戴隐形眼镜，这还不错。毕竟隐形眼镜还蛮贵的。我也觉得。对啊，有花钱。全是那样。欸、但是我没有跳错，昨天。对，我们就一直打电话催人家来，就是说他们迟到。你昨天，昨天超多人迟到了。对。Mina 跟吴绮慧吧。对。对啊，我们昨天打给 Mina 跟吴绮慧。吴绮说没有力气，我说不好意思，错了，他请假很久了，对不对？对。他本来就不会来。我看起来像可以跳吗？我说对不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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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有，抱歉。我跳不了、我说你刚起床，你刚醒来吗？我说对啊。然后我说你迟到了，赶快来，什么？快起来，赶紧跳。这不是刚睡醒，是那个没有力气。对，我看起来可以跳吗？对不起，对不起。然后还要打给Mina，他说他迟到了。啊，对啊，啊，对啊，我迟到了。对啊。我说快跳 Daisy 了，下首就 Daisy 的歌，你已经错过了。什么？没有啊，没有要跳啊，没有啊，已经错过了。
思雅昨天不是有带，哎，不是，昨天不是陈思远吗？昨天不是陈思雅吧？没有啊，陈思雅没有被咬。我没有邀请陈夏来啊。哎、欸，你邀请陈夏来吗？我邀请他来我见面会啊。对啊，但没有，对啊，没有邀请。可能其他人邀吧，可能其他人邀。干嘛？就是你邀吗？你邀请啊？干嘛？你是你邀请？你有邀请吗？你没有邀请对不对？你说演唱会吗？对啊，你没有邀请对不对？我也没有邀请，那就其他人邀请吗？我不知道，那陈夏出来一定是惊喜啦。对啊，我没有邀请他，但我邀请他来 P 子的见面会哦、喔。对对对，他本来会来，是真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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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对。这个毕竟四周年，也不是说我们想邀请就可以邀请。对对对，是看公司，看公司。对，搞不好是公司。对对对。干嘛那么紧？干嘛？你干嘛那么紧张？好不会接哦、喔，我没有紧张，接不住。是你的笑声，是你的笑声，我觉得很好笑。我没有紧张，好不好？你现在很淡定。夏季没有，我们说观众席，我在讲观众席。但昨天大家看到应该是陈思源。对啊。哎、欸，不是有一个哎、欸，你讲过了吗？三体谁？哪一个生日？哦，对啊，对啊，有一个跟思源，思源同一天的。有一个三体先生，不是跟陈思源同一天吗？哎、欸，跟陈思雅同一天吗？好像也跟陈思雅同一天。真的、啊？哎、欸，所以陈思雅跟陈思源同一天。哎、欸，真的哎、欸。哎、欸，我只记得跟、欸。所以那么多人，那么多人去二次是不是？啊。哎、欸，所以陈思源跟陈思雅生同一天了。对啊。真假？刚好。哎、欸，那很多人跟那个三体生同一天。对啊。哇。对啊。好厉害哦！还有。他们同学说：“哎、欸，真的耶，他们同一个星座，哎，真的耶，哇，厉害，好厉害！隐藏青年秘密，哎，这是可以说的吗？还是不能讲？哎，不要说好了，不要说好了。陈思跟陈夏生同一天，这还好吧？这还可以，大家是可以知道的吗？四周年就知道了吗？爱童年，对啊，很厉害，同血型。”看一下，没有九月了吧？你可以去官网看看。你可以去官网看看，拜刘小晴。你可以去官网看看。是可以说的吗？是不然说一个不能说的东西。同性。听说还刚好。哎、欸，有姓黄的。两个姓黄的，因为我们本来有姓黄的吗？没有。但是一次都有两个。有啊，黄一家。你还念错过你的名字？黄没有哎、欸，是你吗？你念错过吗？没有啊，黄一家，虽然还是没有姓王，也没有人姓苏啊，苏也是第一个。苏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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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喂苏苏，嗯，当当当当。官网没有十元哦，所以大家其实不知道十元的生日是不是？是这道理吗？黄一家，哈喽大家好，我是黄一家。黄柏林谁？黄一家。柏林不是姓陈吗？一十一王一家。柏林不是姓陈。怎么了？嗯。一土王，你是怎么说王？一十一王，哦，姓三横一竖。哦，三横一竖，对，是我，我只记得有一个东西可以讲，但是我一直忘记。三横一竖王。那你是什么？我想到了。你说我的名字吗？我就是一撇一勾一点一个刀的一个金一个直一个直勾流啦，怎么可以吗？可以。我想到我们进眼镜行就是为了这件事情。笑了三个小时。真的不知道在笑什么，笑到吃饭也笑。对，现在那个店都不知道我待在笑什么，超失礼。哦，对，现在没有真的姓陈了，就陈柏霖了啦，只剩陈柏霖。这是哪个流？就是那个啊，一撇一竖一勾一点
一刀一金一刀，毛巾刀。哦。毛巾刀。真的有人会说毛巾刀流啊？毛巾刀流。哎，你以后说我是毛巾刀流。他们说的啊，他们说毛巾刀流小晴，对，刚好是毛巾刀流小晴。三横一竖王一家，刚好是三横一竖王一家。咦，大家好，等一下我说到三横一竖的时候，大帽可以王一家。大家好，三横一竖王一家。那等一下喊到毛巾刀的时候，爸爸刘小晴哟，一二三，毛巾刀刘小晴，毛小姐，毛小姐。弓长张，弓长张，我是张法法。弓长张，弓长张，张法法，点横口，直勾一口高于姐。救命啊！一十一，王一家。一十一，一十一，一十一是王一家。弓长张，弓长张，弓长张是张法法，好爱啊！还有谁啊？黄会说草，老师，他推我，老师，高云爵，高云爵老师。周小琪，你喜欢这样的我吗？我喜欢这样的你。这是怎样？那我们这样子不好了。我们用这支笔呢，就是 Board Master S 的部分。对，那我们马上来试试看吧。好吧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I love you. 小勇啊！签名，签名，这里，这里。好啊，这里。来，我帮你签名。受伤之后不是会打石膏吗？嗯、然后就是朋友们都会在那石膏上画画画跟签名，嗯。我石膏上面有蔡雅恩的签名。你有石膏？对啊，因为我国中的时候跌倒，然后我的手就断掉了。然后嘞？那就打石膏啊。你有看到吗？没有。他没水哦、嗯。为什么？刘晓晴。谢龙魂相爱的缘分相遇吗？好啦，你觉得呢？好了吗？为什么有蔡雅恩的签名？我也不知道什么。你认识他？对啊。你说那个时候你就认识他？没有，我是后来带给他签名。我也不知道什么，为什么？我前一世有打扰到，我有打扰到妹妹你工作吗？嗯，那我走。但我喜欢你这样打扰我，好油哦，油死了。我最喜欢你这样打扰我了，你可以一直打扰我吗？哦，不行哎。Miso 的一封信。对，哎 ，Miso 说，Miso 说他的作业是要写一段话给他。
好，但是我爸他想写什么？谢谢 Misa 的啾啾你哦。啾啾你哦。嗯，可以。妹妹啊，所以我决定写一个早日康复，不早日康复，身体健康，这没有出事，身体健康。身体健康。哎，他没事。一个人的夜晚好寂寞，好害怕。不过我要加油，要坚持。这什么语录啊？绿茶语录。哎，他没水，他是真没水。他没水，怎么办？哎呀！晚安。你本是真幸运，能够遇到你这么好的偶像。慢讲。嗯，我也觉得。哎呦，没有说身体健康，身体健康。哥哥，你对姐姐好好。哎，姐姐，妹妹，你对姐姐好好哦。我也想，哎，我不知道要怎么转过来。什么？我也想要找跟你一样的。算了，太好难。他没有水嘞。糟糕了！阿弟阿弟阿弟呀，阿弟阿弟阿弟呀，阿弟阿弟阿弟呀，哎呀呀！阿弟阿弟阿弟呀，哎呀哎呀啊，哎呀啊啊 ！Why？ 谢谢 Free Plus 的缘分相遇，我最喜欢被你摸摸头。不摸了，嗨哥，谢谢 Miso 的掌声鼓励，拜拜。为什么？嗨哥，这首歌名念 Lia Lia Lia， 大家来跟我念一次 Lia， 就是呢。它有一个母音叫做的，子音，它的子音叫的，然后它的母音是一，所以是它们合起来的加一就变的的，那那个的，它那个的，它介在一个有点的跟有点了的那个中间，就是的跟了的那个中间的，就是的的那种感觉，就是了跟的的。中间指的的的，这是 D 啊，然后那个后面就是 R 嘛，就有一个是 O， 但它应该不发音，就是 O 加 R 就是 R， 就是 D 啊，就是很好的意思。我认真泰语教学。D 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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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 呀，哎呀呀，哎呀哎呀。泰文教学。滴呀滴呀滴呀，滴呀滴呀滴呀，哎呀呀，哎呀哎呀。我们班上明天要去吃，就是老师请大家吃饭，但是我没有办法出门。现在芳芳的好忧伤，隔离到礼拜四吧，好像是礼拜四，然后好像礼拜五才可以出门的样子。对啊，先上吃饭，别的老师请客就是不一样，老师请客就是不一样。好久、哦，我去寻找一下有没有那种可以写的笔啊。擦掉的吗 ？White for Mac， 这应该是可以擦掉吧？我来试试看。
哦，这是白板笔耶，白板笔应该是可以擦吧。Let me try try 看。啊、哦，可以可以可以。可以。想要写什么呢？祝身体健康。哎，身体的体像是，为什么觉得怪怪的？看一下，身体的体，为什么觉得怪怪的？还是是我太久没有看这次？哎，真的是这样写，真的是这样写，为什么？哦，就是那种一个字看很久就会觉得这个字怪怪的，大家懂吗？就是明明是这样子写没错，但是你看久会就会怀疑说，哎、欸，这真的这样写吗？好像我记得之前柯南有一集的办案是这样子办出来的。早睡早起，好像什么写给什么的。早睡早起，还有什么？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怎么样？新年快乐。不再睡过头，不再睡过头，好像也不行。还有一个陈夏的签名，然后擦不掉是吗？三体真相，三体真相是这样。送你我的签名，在角落。哒滴噜。就这样，还有那个陈夏的签名，哎，你看得到吗？陈夏的签名在这里，三妮不是三妮啊，西亚，可爱吗？自己倒过来，请自行颠倒。祝身体健康，早睡早起，不再睡过头。还有陈夏的签名哦，在角落擦不掉。陈夏的灵牙，帅气的 miso， 祝湿气，这样可以吧？这样是还不错，还行还行。还有陈夏的灵牙，祝湿气 miso， 钱普拉斯的掌声鼓励，100分吧，肯定是100分吧。湿气很重，湿气很重哦。这如果不赶快擦掉的话，真的会擦不掉哎，就会跟陈夏的灵牙一样，烙印在这里。哦，你是说酷酷？早说嘛，早说嘛！好，帮你再写个。哎，这是黑色的。我
我帮你大写咪嗦。叫什么样？好像是蛮帅的。我帮你画了一个帅气的咪嗦约三起真香，还不错吧？帅吗？这个有帅吗？应该是还行啊。用白板笔画一遍擦掉位置，是这样子哦，这样就有用了，以后就会连着它一起擦掉。但是呢，可能是没有很想要把剩下的零压，没有很想要把剩下的零压擦掉。咪嗦白，咪嗦白三起真香，它怎么变成白了？有用吗？但是没有用。哎，好像是有点用哦，好像可以哎，赞哦！哎，有哎，有哎，有哎，擦掉了，擦掉了。但我就不要动剩下的零压。哦，赞哦！哎，擦掉了，擦掉了，可以，可以。但我就不擦剩下的零压了，然后继续把剩下的零压留着。好热啊，好潮热！这板子是好像是室友留下来的，这好像是室友留下来的板子。然后之前就是要请。生日的时候的派对有用这个来欢迎贵宾这样子，然后他就是放在客厅。对啊，真的是生活小知识加一，把咪嗦摸出来，听起来太难过。宿舍大家都很棒啊，我们都很没有，对不起，只有我棒，对不起，只有我好。在渴，其他人还在渴，剩我独自幸存。我现在就是照顾大家。我现在很棒，我现在很健康。法法今天没有直播了，有人在问。对，他现在无法起身，他现在在床上。他想说，哎，为什么在床上会是在客厅的声音呢？因为就是客厅现在有一张床，有一张张法法的病床。大家听到了吗？他没有办法直播，他在咳嗽。所以把咳嗽收的怎样？啊！我哪有玩他们啊？对对对，就是地震时倒下来那张床。现在是张爸爸的病床。其实可以兼两个人，可以啊，但是一个人比较舒服，比较舒适，这样是比较舒适一点。一开始是不行，那后来其实因为大家都去了，所以就没差，就还可以。哎，他们，我们班明天他们要去吃，就是被请客那间餐厅很高级耶。我看一下，看一下那间餐厅最
贵的多少钱，他好像是要点最贵的，但我不能去，真的是哭了。我来看一下那间最贵多少，哦哦哦，599哎，好高级哦，599哎，599加10%，然后还有沙拉吧，好高级，我是去不了，独自哭泣，真的是独自哭泣哎，还好不是中秋烤肉，但是我也没有去中秋烤肉，就还好。因为我没有烤肉托，是比和牛算便宜没有错啦，但是呢，还是看起来不错的，好不好？这跟同学聚餐是一个不一样的感觉，两张券都不用便宜，是这样子算的吗？已经是这样算的了吗？原本说，对耶，我原本说是这样，然后就是烤肉，是怎样 ？So sad。好啦，4周年后就是烤肉啦，大家。延期后的4周年，一起去吃烤肉了。嗯。啊啊啊啊啊啊啊！我们直接被出镜，直接一个大出镜。现在两张券可以吃东西，这样是好还是不好？这样是好还是不好呢？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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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！哎，这首是我翻跳过的。滴答。摸着搞我捞。Hello， 大家晚安。现在眼睛开始干涩，小心开好吗？它算是好的，算是就是咳嗽。现在 Plus 盛典红毯，谢谢，穿一个大走红毯。谢谢累的挚友包包，谁最惨？法法最惨。谢苏联的挚友包包，爵哥感觉也快好了。谢林果的凯蒂轩哦101，这个真的没问题吗？版权的部分，谢谢林果，谢公泰的守护许愿瓶。没有，看他那么瘦弱。后面的也不是101，那后面是什么？我们会一起出关吗？我跟高云爵好像是同一天出关。张凡还要晚，因为我跟高云爵是，哎，我跟你们说，我原本可以赶在跟他们同一批一起公告，原本可以。现在芳芳的凯蒂轩的，哎，对啊，这不是101，笑死。哪里有101？101在哪？谢谢芳芳的凯蒂圈的101，跟 Miso 的凯蒂圈的101 ，Chat Julian 的凯蒂圈的101，真的？那为什么101101呢？101直接一个大不见嘞！谢谢光泰的凯蒂圈的101，还是对那个凯蒂圈来说，这就是101。没有，其实我原本可以跟他们赶在同一批，但是呢，就是说我睡着了，就是我睡着了。然后我起床的时候，他们已经公告了这样子。我差点可以赶在跟他们一起公告，就是说我睡着了这样子，太累了啦。但
还好有张爸爸陪我一起公告，我就不会感到如此的孤独与害怕。嗯，哦，然后睡着了。对啊，就很累呗，很累就睡着。然后后来姐姐就问我说：“哎，所以你删了吗？”我说：“哦，对，我删了。”然后就赶紧传给姐姐。然后我说：“我两条，哈哈。”然后姐姐说：“哦，好，那公司说你明天再公告。”然后说：“好。”然后我说是等谁跟我一起公告的概念吗？就是我说就是等明天公告是等谁跟我一起的概念吗？他说，然后姐姐说，法法应该差不多吧。然后可怜法法说我中了。对，哎，姐姐刚这跟我说法法应该差不多。对，姐姐。要住在同一间房间真的是很厉害，再不中的话。那我们就一休尼公告，预言家，原来预言家不是黄预言，这下预言家是姐姐，谢进推法觉得守护可可仙子之书，谢谢。对啊，法法一开始因为还是阴性，还是跑腿担当，现在很严重，现在非常严重。应该说我其实没什么症状耶、我还好，就是身体很累然后很沉而已，就还好，然后就想睡觉，但不排除是四周年太累。趁这个一个礼拜好好休息。谢亚 Kira 的一封信，地瓜之力，是地瓜之力吗？我现在可以唱歌啊，我现在很好，我现在可以唱歌，如果我现在唱歌难听的话，就纯粹是我本来唱歌就难听这样子，跟确诊无关，就是本来就这样子。谢谢 YC 的缘分相遇，跟小浪红玫瑰。肺活量问一下，我觉得肺活量不问我，哎，你要问一下其他严重的人。听到唱歌很紧张，头发 stop， 太难过了吧？夜后就是本来就很难听哦。狮子好可爱啊！这是谁送的？这是谁？谢谢青推法师红包。那这个红包就是送给他们。谢谢林果的红包。为什么突然送红包？怎么大家怎么9:28？怎么了？这是什么时间点？谢谢林果跟青推法师的红包。这是什么？怎么了？9:28？928？谢谢 Miso 的红包。谢谢 Miso 红包。928，教师节快乐！祝大家教师节，哎，今天是泰国的教师节，是这个关联吗？不是吧？哦，是歌的关系吗？是歌的关系哦。哪一首歌？你说夜后吗？哦，是四七街吗？为什么四七街要发红包？77街，泰国的77街。最好是放77街，为什么77街会发红包？这是什么概念？谢谢 CKMK 的温州语。那我说今天是泰国的教师节，所以大家在9:28的时候发红包，是这个概念吗？是不是这个概念？好，这个我没觉得，谢谢。啊，好，不放一下，怎么样？想说，我真的想说，是教师节吗？祝大家教师节快乐！谢谢 Copy 的 Go Go 全雷达。这种他们中间真的喊77个，超久，超
超级久。对，刚前走，大家想说怎么了？教师节快乐，祝福大家教师节快乐。Galaxy， 来放47节啊，嗯，听到前奏 DNA 就响了。永久那那我是贝贝，马吉贝，哒啦啦啦啦啦啦啦。去高雄的赔罪红包，为什么？怎么了？嗯。对，三包都不红利哦，会不会有一包真的是教师节快乐？有这么一包吗？真的是教师节快乐的一包。谢谢真红包，谢谢林狗的红包，真红包，天哪！谢谢 Miso 的红包，这是什么高手吗？谢谢大家的红玫瑰。我真是觉得可以翻一下。公主妈妈我，嗯，谢谢小馆面前的掌声鼓励。因为像泰国他们的77届也不是大家都是不同地方来的，就是可以帮忙念一下。大家分配一下就好。台湾，哦对，台湾版是多少？他想吃巧克力蛋糕。七七真是很多。就是真的是减走了一分半，好酷！哎，一个半小时了，大家，我跟你们说，我们直播时间已经到了哦。我们下次的直播时间就是礼拜三的。我们现在吃饭怎么办？什么意思？哦，我们现在基本上都是自己煮，自己煮是占大多数，因为我们现在菜真的超级大爆多，就是大家都会送我们很多菜，然后还有很多什么。对之类的，就是很多菜、水果跟哦没有肉又要去买，就是很多菜跟面，然后跟饭，就是会自己煮。然后今天呢，就是久违的叫了一次外送，但外送就是可以请管理员送上楼。我们有很多食材，吃饭啊，我煮给你吃。里面总有很多菜吧，吃水梨啊，超多水梨的，公司来自公司的水梨，好严的水梨你不吃，好严的水梨你敢不吃？对，看一下。怎么了？台东。花莲，香港，日本，大阪，东珠拉拉我，来播一下。哇，好酷！沙西布里，也不会唱哎。沙西布里诺里布鲁库苏，是吗？是这样吗？哒哒哒哒哒哒哒。我觉得 MV 真的拍的很好哎。我喜欢了，是我喜欢。没有，就是我觉得他这个 MV 就是全部的人都可以露脸的，全部人都有蛮多镜头的。你手上没绑东西哦？什么意思？我手上绑什么？手镣吗？不能出门。
是这个意思吗？手上不能绑？哎，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手臂上啊啊！你说这个吗？其实我一直就是低调，我一直很低调的，我就觉得不能太轻易被大家发现。就是我是特级厨师，我这里可以撕开。哒哒哒哒。好，这打疫苗才痛啊，对不起。好，来看一下，第一名是芳芳，有要交作业吗？也不是交作业，交奖励。芳芳，我今天刚好白板，那可能你也不用到白板都可以。其实是手痛，来念个排名吧。怎么好像跟我刚才唱的完全不一样？我沙西布哦，我沙西。然后我沙西布里诺，我沙西布里诺里里。哎，你们喝清酒都喝得好快，好厉害！觉得他今天变难喝，味觉要变了。那很厉害。第一名是芳芳，口开对手，谢芳芳，口开对手。第二名是 Miso， 口开对手，谢 Miso， 口开对手。第三名是小阿光，口开对手，谢小阿光，口开对手。第四名是郑宇，口开对手，谢郑宇，口开对手。第五名是 Kilo， 口开对手，谢 Kilo， 口开对手。第六名是黑加仑，口开对手，谢黑加仑，口开对手。第七名是普拉斯，口开对手，谢普拉斯，口开对手。第八名是鱼，口开对手，谢谢鱼，口开对手。第九名是朱莲，口开对手，谢朱莲，口开对手。第十名是光泰，口开对手，谢光泰，口开对手。第十一名是林果，口开对手，谢林果，口开对手。第十二名是 CQMK， 口开对手，谢 CQMK， 口开对手。第十三名是夜空 Sky， 口开对手，谢夜空 Sky， 口开对手。第十四名是庆推法诀，口开对手，谢庆推法诀，口开对手。第十五名是 YC， 口开对手，谢 YC， 口开对手。谢谢，感谢大家。嗯，方还在吗？我们的方方，冯仔，方仔脑袋有点空白，需要帮你想吗？嗯，我可以为您画一个地方题，超烂。我为了方方画了一个立方体。快有方形病毒，带有方形病毒的你，好感人。病毒怎么画？这可能要请张法法最专业的。要怎么画病毒？病毒的形状有很多种，有最简有方有方形的吗？真的假的？还有帮他。啊，好可惜哦！因为查什么病毒都买，因为是冠状病毒。哦，也是了。现在已经查不到其他病毒了。是怎样？我们已经没有其他病毒可以存在了。你先画一球，然后上面都一颗一颗尖。对对。
想吃我现在是那个吗？我现在是镜像吗？不是欸。我的发型病毒怎么样？是不是很可爱？张华华喜欢吗？你看，好可爱哟、喔！他看起来真的很毒欸，他看起来很毒，而是针灸立方体，还蛮好的吧？编织用来是这样吗？原来是这样吗？我觉得画的蛮好的欸，你看我是有，就是，我不知道发了什么专，病毒专家，我是有病毒专家张法法认证的，我是病毒专家张法法认证的欸，无极比如我，你傻逼的拉丝。嗯，哎呦 ，sorry 了大家，可以当，你不介意的话当然是可以，你不介意的话当然是没有问题啊，非常乐意。你不介意我的发型病毒，你喜欢的话我当然是非常乐意。花花老师溺爱我，被法老师溺爱了。我是从弱精啊，下次的直播时间如果身体平安无事的话是礼拜三的晚上8点，跟大家说拜拜啦，开始就饭拜拜，等一下吃啊。谢谢永格的红包，哇永格的头贴怎么那么好看呢、啊、你头贴也太好看了吧，傻眼啊，好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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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想交换拜拜，尾交换拜拜，秋日红交换拜拜，林果交换拜拜，小管面前交换拜拜，帕的交换拜拜，公台交换拜拜，杨公公交换拜拜，沈交换拜拜，普拉斯交换拜拜，毛巾哥交换拜拜 ，River 交换拜拜，郑宇交换拜拜，李猴子交换拜拜，志林哥交换拜拜，阿鹅豆浆交换拜拜，乌鱼交换拜拜，古早古早喂 A 交换拜拜 ，CQMK 交换拜拜，可以了，一线哎。缺钱，缺到饿到吐，交换拜拜。九团交换拜拜 ，YC 交换拜拜 ，Akira 交换拜拜，苦力叔交换拜拜 ，Y 交换拜拜，一晨交换拜拜，啊，交换拜拜，性格交换拜拜，杨雄交换拜拜，叶公子凯交换拜拜，切换竹卵交换拜拜，熊熊交换拜拜，谢谢 Miso 的红包，谢谢。啊，没想到，小光交换拜拜 ，Miso 交换拜拜。玄米交换拜拜，嘎比交换拜拜，阿鹏鹏交换拜拜，老沙交换拜拜，赖回首交换拜拜，勇哥交换拜拜，轩交换拜拜 ，AD 交换拜拜，范迟彤交换拜拜，鱼交换拜拜，阿卡交换拜拜，小猪交换拜拜，李猴子交换拜拜 ，QK 男子交换拜拜，解放新马甲，为什么切换？交换拜拜，拜拜。游戏提到交换拜拜 ，Free Plus 交换拜拜，嘎比交换拜拜，你所交换拜拜，伟交换拜拜。QK 男子交换拜拜，阿成交换拜拜，秋雨里交换拜拜，杨公公交换拜拜，阿鹏鹏交换拜拜，还有谁？光台交换拜拜，太空人交换拜拜，外星人交换拜拜，蔡马逊交换拜拜，雪米交换拜拜，轩小晴居然帮一家梳头发，你居然帮我梳头发，轩轩拜拜拜拜，居然命交换拜拜，大家拜拜，祝大家早日康复，拜拜，无事。